玩具 TV 繼續係由呢一個玩具型男阿家帶住我去同大家介紹玩具嘅。想走頂你啊！好咁啊，今次介紹嘅就新鮮熱辣 Robot 雲 Eva 二號機，再加埋呢一個 S 裝備，正係咁啊！大家都耳熟能詳噶啦，咁啊，你話將來跌唔跌價，跌唔跌到好兇狠咧？我唔關我事嘅，我本身係中意 Eva 嘅，咁所以唔理啦，一出即刻入。其實我諗 Eva 系列嘅跌價唔係因為佢做得唔好，其實單純係佢市場上面有需求，有人想要佢就不停咁啤。嗯，因為佢本身冇乜噴色工嘅關係咧，佢每啤一個都真係啤嘅啫。冇錯，所以喺冇乜成本之下，佢就可以用一個比較低嘅價錢令到大家都擁有。其實我覺得咁樣係好嘅。而佢跌價都跌得好嘅，因為每個人都能夠擁有嘛，即係喂你諗下二三百蚊、二三百蚊咁樣去擁有呢啲，其實好開心嘅。你亦都可以儲齊條 line， 又何樂而不為呢？咁啊，最緊要唔好做第一個買的。好，咁啊，見到佢呢個飛落嚟嗰個好有動感嘅場面啦，咁啊，都襯托翻當其時劇場版嗰陣時佢出場嗰陣時嘅氣勢嘅。後面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有窗口，都是那句啦，有窗口的就大家自己執生啦。咁你可以看下個頭啦。冇錯，書記有個抱。所以對於我嚟講，呢樣嘢好緊要嘅。托賴 QC 是不錯的，經過我一輪苦戰。咦？苦戰你是在個窗口咁細個窿嗰度睇咗好多頭喎，要啊 OK 嘅，但係就起碼都叫有得睇啊，因為唔好介意本身佢特別係啲白色啊，同埋啲上色啊係幾參差嘅，咁、哦、所以你知道我㗎啦，咁所以變咗我又唔會即係因為咁而我寧願即係俾多少少時間好過買嗰只嘅。有腳未幾好，腳掌。都是對翻自己會易睇啲。其實呢個系列就已經出到第四隻啦，係咪啊？呢樣嘢係。係。咁佢其實一開頭出初號機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好驚豔嘅，因為即係咁嘅價錢、咁嘅可動即係配件嚟講，初號機係少啲啦。咁嚟到二號機嘅時候就豐富咗好多啦，變相嚟。係。咁啊，系咁要將個主體擺喺度啦。咁啊，另外本身今次啲配件包啲乜嘢咧？大家都真係唔使擔心。咁亦都有啲朋友會覺得話啊，啲配件都仲係少，但係其實你睇翻套劇，佢係都係俾呢啲嘢你嘅，因為佢本身應該咁講新世紀方件事嘅武器係繁多嘅，咁但係嚟到佢新電影版嘅時候，其實佢 cut 咗好多嘢。咁有好多朋友問點解點解初號機會冇長短冇士刀咧咁樣樣？咁其實因為佢本身套嘢冇出過啦，而另外一樣嘢係原來嗰把刀本身係山下人自己設計的，所以佢要去做嗰把刀嘅時候係要另外再同佢買版權嘅。咁而由版權商會唔會將俾你將嗰兩把刀塞喺個電影版入邊，亦都係另一個故仔咯。咁所以就會見到啲配件比較少啲嘅。咁啊，當然啦，你話其實就住話配件多定少，我就覺得已經足夠了。啊，呢只嚟講好多啦，因為個重點始終都係個 S 裝備啦，同埋佢亦都包埋兩把最主要嘅手持兵器，甚至乎仲有功能添。啊，以往嘅 Robot 雲係俾把硬嘢嚟嘅啫喎，唔係以往，一間我哋都睇到嘅。一間都有隻高達係俾啲硬嘢嚟噶，呢個成千蚊噶，呢個好多嘢講啊！大家密切留意啊！我今日個狀態唔錯啊。Jonathan 問呢、這個 ：Do you guys think Bandai will do Unit 2 Beast Mode？ Beast Mode maybe. As you know, honestly, if they need to make a new mode, I don't think so. It depends. Kotobukiya. Yes. 如果送埋個使徒黑心核心紅波就好，自己整啦。其實我覺得如果一啲咁有心嘅一啲場景配置啊，或者係個別嘅角色咧，就真係要翻去玩山口式嘅，因為山口式喺佢做呢啲嘢嘅時候係好有心思嘅，即係特別佢處理新世紀福音戰士呢度拉。不過其實我想講呢一把架撐都好有心思。啊，呢個係好有心思。其實我以往冇見人做呢把嘢係會特登加兩個關節喺後邊俾佢轉翻嚟翻去。真係正。同埋之前的一些新世紀福音戰士的產品我一直都以為它是架撐是不打算上色的，但你會看到這把東西
佢類似蛋糖狀嗰個位置，佢竟然係有上色嘅。咁當然佢上得好虛啦，即係佢係有個輕輕飛咗個黑鐵色落去。咁但係你會見到嗱，你明顯見到呢個同後邊嘅綠綠地色係兩個顏色嚟嘅，即係佢係有心思咯，即係佢會願意去做呢啲咁樣嘅嘢咯。我本身以為啊，都係係咁啲啦，竟然有做嘢嘅。不過最靚反而係把刀，即係當然你會見到而家本身其實二號機隻手嘅著色。特別是呢個拳頭裂位嗰個黃色好靚啦，咁另外佢把刀亦都一絲不苟嘅，咁見到銀色、紅色、黃色、灰色四隻色。呢把刀個塗裝係堪比 Metal Bill 嗰把嘅喎，係你講得好啱。Metal Bill 嗰把個造型同呢個相若，而個柄大家都一樣係冇上色嘅，咁所以佢係成功追得上 Metal Bill 嗰版本。同埋頭先都見到啊，其實真係絕。對武器場嘅係佢嘅手型，好勁！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隻手，一打加埋手上面嗰兩隻，多過一打，多過十四，係啊，黐線！咁啊，呢個我唔會同你慢慢玩嘅啦，就咁大家望到，哦，都係比同比，我覺得冇乜大分別嘅電纜索，而大家亦都唔會好願意去玩啦，因為佢都唔知抽喺邊度。好，咁啊，真係玩下只嘢啦。咁啊，見到本身佢嗰、那個，我可唔可以叫著色咧？嗱，大家見到佢個紅色咧，其實成隻嘢我唯一扣病嘅就係佢隻紅色。大家其實喺熒幕見到咧係幾靚，好靚，但係真係揸上手咧，你會感覺佢比熒光幕係暗啲啦、雅啲啦，同埋最重要係膠啲嘅。係。不過還好就係佢有個玻璃窗俾你可以驗絲，咁啊可以見到本身其實就住我呢一隻。嘅頭部嘅造型嘅上色係工整嘅，對角係冇彎嘅。哦，有彎角㗎，有人賴嘢㗎。我唔多講啦，大家自己留意一下啦。咁、哦 okay、啊，當然啦，本身 Robot 雲嘅賣點嗰啲，即係黐乸線嘅可動性咧，即係唔使擔心㗎啦。你一睇睇翻本身肩膊嗰個關節嗰、那個叫做結構咧，你就知道根本佢哋真係黐線。雖然不會話就住呢一度會有一個即係橫斬嘅橫軸關節，佢就喺呢一度做翻俾你，或者係手踭做翻俾你，你仲想點啊，大佬真係？而個可動程度咧係接近對接嘅，好好腰好腎好男人，雖然不是男人揸的。先生你跌了番簡，哇大家可以看到一節兩節三節，還有本身雖然你看到這些尖位呢，它向前曲入去的時候是不會造成任何干擾的，所以是可以鞠了一個很漂亮的弓的。而它最開心的是它根本沒有上色，你是不是很害怕它在那裡的白色是不是粉色的呢？這個白色 是上色的，上色的，是不是啊？你給你看看，可不可以刮一下，啤色來的，共領啤色，你看看啤色來的，這個喂，那就贏了，勁啊，咦，但是浮的，啊，不是的，這個真的是積，是啤色來的，啤色來的，是啊。嗱，背脊呢啲睇唔到啦，嗰個窗係係啊，好嘢。嗱，所以你玩佢嘅時候，你就可以好放心，因為嗰個白色都係啤色嚟嘅，完全唔使擔心。哇！但係佢真係好靚喎，呢只白色。係啊，佢白色好靚啊！如果用喺 F 九一度，又講我啲傷心嘢。咁啊，玩完腰腳啦，唉，都係嗰句，你點使擔心啊？講玩真係。其實 Ava 系列的產品大部分的可動都是都黐線，都幾巔峰下，因為大家都要去做翻佢劇中的係嗰種超強的助跑姿勢。你諗下，初號機連跑步都是會一字馬的，你就知道，即係佢跳過棟大廈就一字馬過噶嘛。跟住我想試下佢平衡啦，做個乸無聊嘅啫。要啲時間，我哋張台本身有啲凹，所以就爭少少。其實我有信心嘅，不過喺呢個時間
算啦，我又費事俾人鬧。或者我哋換架撐啦。都好，咁啊係露埋呢一腳先啦，係咁意啊。咁見到真係本身佢個叫做膝關節有翻上咗長度咧，咁變咗你二重關節又係嗰句，你真係唔使點擔心噶啦。加上連呢個前膝蓋都係可以喐嘅，咁所以好靚啊成個。咁啊腳攞，我個可動都好大啊。腳板。一絲不苟，點都好啦。之後我諗佢都劈到九彩噶啦。好咁啊，講完啲衰嘢，係咁意都揸揸啲架撐先。其實每次見到呢二號機，我就諗起佢新劇場版嗰個咧、半隻二號機，跟住再重裝嗰只。但係佢開價好貴啊，我唔捨得買啊。嚇？800几-900蚊啊！我黐線。嗰只係啊，有 Robo 雲版，然後有之前海洋堂出過嘅三角色，但海洋堂嗰只係靚過 Robo 雲好多嘅喺個造型上面。但係即係無奈我自己即係以前有啲海洋堂即係三角色嘅恐懼啦，咁一路都冇辦法入新坑。但係最近玩三角色啲我的英雄學員嗰啲咧係有少改觀嘅，所以如果佢願意平少少，我就買因為嗰只都貴啊，嗰只都係咁上下價錢。今次換手我又覺得佢穩陣啲，因為佢本身嗰個球形關節又冇話特別好細。哇！真係好自然啊！咁啊，係咁以擺一擺，跟住就上埋呢個 S 裝備俾大家睇，同埋唔會鬆噶 ，OK 啊！真系好靓，以呢个价钱嚟讲，真系十分之靓。系好咁啊，上嘢咁啊，重点始终都系佢嘅 S 装备咁啊，比较简单嘅咁啊，大家留意翻，其实呢个肩旁位后边就有一个轴啦，咁啊，只系需要暴力出奇迹，我睇下系咪暴力出奇迹先，系。咁啊 ，S 裝備就係阿明日香喺嗰個飛機度跳落嚟嘅一個配備啦。咁亦都係一個劃時代版本嘅降落傘啦。我個人好一句劃時代版本嘅降落傘。咁啊，有埋定風翼，即係算係有啲似飛鼠裝加降落傘嘅物體啦。但我成日都喺度諗啊，如果將呢件嘢裝落初號，喂幾過癮喎！啱啱睇到咧，本身呢一個位咧，其實都係可以左右喐噶。哦，嗰個波背係啊，咁所以變咗你，縱使裝落去之後咧，佢都會保持翻一定嘅可動性，同埋喺個造型方面都會好靚。嗱 ，Tony 問其實同幾年前版本有什麼分別？外形咯。可動性咯，你其實你之前有啲日本嘅朋友咧，都已經將初號機做咗一個好詳細嘅比劃，就住外形啊、可動性啊，佢都做咗一個好清楚嘅比較。咁啊，當然你問我條link喺而家撐唔撐得翻，就真係即時即刻就俾唔到你嘅。咁啊，但係就係咯，個分別就喺呢一度咯。其實佢除咗外形同可動性之外咧，你會見到佢喺一啲對細節嘅處理嘅水準係爭咗好遠。即係例如舊版嘅初號機嘅面相啊，或對即係到而家對比翻新版初號機嘅面相，係完全係兩個層次嘅產品嚟嘅。即係都係即係可能係佢模具嘅處理技術上有差異啦，或者係一啲啤顏色啊、噴油啊嘅技術上面亦都有所增強咯。咁但係完全差好遠，原來呢件嘢係唔同噶。係啊，佢本身 S 裝備如果手前臂咧係多咗隻翼嘅。哦，因為始終都係愛嚟放翻飛行啦。Metal Build 冇 S 裝備。是沒有的，但是你覺得將來不會沒有，沒錯，大家可不可以不買？可能遲些就是 EVA 2號機加 S 裝備，然後 EVA 2號機2021
你不要再講下去啊！老老實實，我覺得有 band 搭嘅朋友係睇嘅會。但其實佢連夜間配色到依家都未出，唔好出啦 ，sorry， 唔好出嘢啦，當我講嘅，唔好出夜間配色，夠啦，我唔想買錯機啦，唔好想買，唔想買錯機，唔好買錯機，都唔好買有機啦，已經 Metal Bill 我受夠啦，已經好攰啊，因為追好辛苦。你件事未完喎，追得好辛苦。零號機都未出，係啊，但係十三號機又唔知道會唔會。零號機又會不會出呢？因為零號機全民中就一路個銷量在咁多隻入邊嚟講都算比較偏低嘅。我好想佢出十三號機。十三號機我覺得要出。不過 Robo 雲就講咗一定會出十三號機噶啦。咩都叫十三號機就？但係十三號機個尺寸係比較大啲嘅喎。係啊，你仲要送多你一對手咧。咁啊，希望佢喺 Robo 雲上面能夠 keep 翻住個比例啊。係，咁所以係啦，咁啊，總括嚟講呢一件嘢，我評價都係高嘅。因為原價啦，400多元，我又唔覺得話好過分，抵啊！同埋本身佢嘅價差又多，造型又靚，你好彩揀到件 QC 靚嘅，直頭冇投訴添，所以我而家係冇投訴嘅。仲可以攞埋海洋堂啲 effect 機俾佢玩，大家 size 都差唔多係。鐵血啊嗰啲咧，正嗰啲，即係抬翻高少少。所以今集玩住咁多先，大家可以見到呢一個有裝 S 裝備同正常裝備嘅對比都幾過癮噶。係啊，啱咁裝。不過我自己咁耐以嚟咧，其實都無法喜歡新劇場版嘅二號機，因為個頭嗰個角好肉酸。係冇咁靚，係咯。係啊，我中意舊版嗰個頭靚好多，殺氣啲咯。但係而家啲產品。間公司都淨係出曬劇場版。係啊係啊係啊！好，咁啊，今集玩住咁多先，轉頭見。